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是给你带一个好消息，皇上已经带人杀京城了，他很快就会来见你。皇上要回来了，我就知道，他一定能做到。金陵，不如你脱战请罪，随我一起去迎皇上，也许还能求得一份原谅。请罪，我何罪之有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知错悔过？宫中妃子众多，要是我真输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只会输给一个字：运。你错了。你是输在一个性子上，因为你心怀怨恨不择手段，才会众叛亲离。你是被自己的歹性所害，一切与人无忧。与人无忧？难道我有选择吗？为什么宫中每个人的心就可以向着你，而我就不可以？我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存好心，不是为了别人要报答我什么。不是人人都向着我，是人心都向善罢了。说好话，存好心，我呸！我姚金陵哪一点不如你？金陵，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你争，是你不相信我。我就是相信了你，我才被人掌嘴。我就是因为帮你，我被人封嘴了，你忘了吗？我为了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我发誓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。要受苦，就他人受吧。我受够了！你真的是泥足深陷，无药可救了。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当初要放过你？要是我把你的恶行公告天下，你就不会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，做更多坏事，害更多人。你这是给我讲报应吗？什么报应，什么天谴，都是废话。你跟你娘一样，都是那么蠢。你说什么？当年你娘死，是因为疯狂气血。哪有那么多疯狂气血？这不过是我前一个晚上偷看了金钗，然后那夜滴在珍珠之上，太后佩戴之时，那夜融化了在珍珠之上，才会有这个假象。你娘是知道的，她没有告发我，她还跟我说要我跟你做好姐妹，互相扶持。是我娘亲手打造的，她一直待你如亲生女儿。是的，所以我也亲手替她送终。三好，我倒是想要看看，当你面对着仇人的时候，你还能不能菩萨心肠？我错了，你怎么会呢？你和你娘都相信要做好人，存好心，怎么会像我一样？
去恨别人呢？既然我娘当初选择原谅你，那一定有她的原因。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，上天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。公道？你给我讲公道！公道就是大概我让你去见你娘，早日下黄泉。老太娘娘，你过来看看。这碗粥好吃吗？你在粥里下毒？你倒是没有我想你这么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金玲玲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三好，我就是要告诉你，好人未必有好报。太后驾到！太后，三好。你辛苦了，把他拿下！太后，你来晚了，三好已经服毒了，你等着替他收尸吧。你说好话做好人，你到最后还是要给我陪葬。三好，你错了。输又如何，赢又能如何？我只是觉得你好可怜。太后，你还记得当日丽妃为臣妾侍贞一事？三好啊，你还想留她一条命吗？我娘说过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求太后成全，三好！求太后成全，我不需要你的假惺惺，我不需要你救我。我想请问一下佘诗曼老师，听说您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就把这些台词全部默写出来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的，是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监制特别的严格，然后一字不能改。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快崩溃了，改了要重拍。对。所以都不敢改了，所以我就唯有就自己在家里做功课，宁可少睡两个小时也好，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，就是你们在《宫心计》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打巴掌的戏，你他呀。请问都是真打吗？都有真有假吧，因为开始肯定是真的，那如果打太多次的话，下一场都拍不了了。如果真的看到正面的话，就是真的，也挺心疼他。佘诗曼，嗨，金枝玉孽跟宫心计都是女一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喜欢哪一个角色比较多？那我觉得应该是金枝玉孽那个耳唇吧，因为那个角色的变化比较大一点。开始的时候是小绵羊，然后后来越变越坏的，所以那个层次感会多一点，发挥的比较好一点。三好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非常好的，角色方面是没有那么立体的，我觉得。就是说这两个角色你能那个演的方法能倒过来吗？用耳唇的方法来演《宫心计》，这个刘三好是不是？都行，你决定。哦，好，我试试看啊，嗯。我刘三好一直都是做好事、存好心、做好话，
我为什么就得不到皇上的欢心？你为什么就可以得到他爱你？你说啊，你凭什么？你说啊。他就是喜欢我。喜欢你？喜欢你什么？他喜欢我。他喜不知道什么是不是？他喜欢我搞笑，他喜欢我半夜背台词要用拼音。你会就喜欢你会英语吗 ？A B C D E F G H I J K。我拍戏连续五天四夜没睡觉。哇哇！好犀利啊！唔系好犀利啊，真系好犀利！那你有没有回家？没有回家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横店拍戏。哦，横店。对，然后就五天回去，床铺都是整整齐齐的，都没躺过上去。然后我就坐飞机拿行李就走了。哇！就飞了。感戏。太难了。在《宫心计》里面，刘三好本来是说好话、做好事、存好心、当好人，但是因为刘四好不好听，所以就改了成刘三好。哦，怎么这么真呢？应该是真的吧？因为四就是，广东话就四，就好像死。哦。不知道真假呢，这个被说的，这是假的。世界上哪里会做一梦一次火不退路，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动，最困惑那半秒钟现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膀，有勇气踏前未幸福从无回望，再继续因为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，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，无谓世事变改，还是越难越爱，为你早啲再期待，花开花落至少这一季，被甜蜜盖过了伤害，无负跳入爱海，越痛越来越爱，就是一切没记载，软弱会再有气概，跟处境比赛，在头上目前有一些感慨，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，别让手放开。